巧唔怕舊，最緊要瘦。劇集《致命復活》同《幕後玩家》已經播到尾聲，大家都好想知道 Big Boss 係邊個，但可惜監製唔俾講，所以點樣問啲演員都問唔到嘢。但係本行千辛萬苦向唔同渠道打聽，結果得出一個終極結局。原來兩套劇集都死得人多。先讲《致命复活》，王德斌饰演嘅阿仁惨死于越南，郭晋安饰演嘅韦日升喺火场救出万绮雯饰演嘅袁乔，两人最终复合。另外，谭海琪饰演嘅郭卓斯为救王浩信而被炸死，佢两个真系有缘无分咯。至于幕后玩家，黄翠如饰演嘅顾成商为细佬报仇，喺结婚嗰日落毒毒死 Bosco 饰演嘅 Sheldon。之后，黄翠如同萧正楠饰演嘅直言复合，仲谂住一起去澳洲过平淡生活，但点知被心爱 Bosco 嘅刘佩月用刀捅死报复，萧正楠好梦难圆，真系伤心死啊！所以最后总结呢两套戏都只系一个死字，阴公猪咯。